啊，各位点灯师，还有各位助理，各位领任、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堂主，各位亲爱的大家早安。小师早安。后学非常紧张啊，因为后学是第一课。那么当然，我们今天当然咱今日有这个发挥，来这成立，不过呢，也是爱感恩着上天降得起我们的这个荣幸。那么也是咱祖师爷伊的风烛台湾。那么各位咱师尊师父，当年也天命普渡三泽的这个愿力，加上咱佛道真言的五大提升，那么也各位咱。理性大师，甲咱新的点文书的后辈，加上咱前人的这恩惠，甲咱各位点文书助理，甲咱各位前大姐，甲后下平时的心传，各位甲编辑，那么啊，注定好汉呢，今日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，那么注意前大姐，咱拢知影今是兵分一境的这个上课。那么当然，另一景呢，也就是咱师尊老大人以灵丹所留下这信佛。那么人讲信义难切啊，尤其伊个佛法，老多的智慧，甲对信义德行无深奥这体悟，所以讲在等一个学习，这个四十三页至四十五页这个、过程呢，如果有所不大意，那么错解了咱的信义。那无法度把这个幸福呢，感觉淋漓尽致的这姻缘，就请咱前人各位老师，甲咱最亲的大家，当甲学校多多的包涵甲见谅。那么学校今日所甲咱学习的，就是四十三页甲四十五页。那么学校学习的，就是咱建议的这信歌、信歌甲阿伯的这正坛师，哦啊阿伯呢，一段就是咱后节，咱领讲师呢，佮针对。即听下这信歌，甲这灌顶这正坛师呢，做者搁较详细，而且甲咱慈悲。所以呢，咱最近来个学学较努顿啦吼，啊，因为讲师群内底就是学学上该切的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定讲了无好势，啊，非常欢喜啊，是讲咱阿爸做领讲师，会当甲咱做者精辟，而且解说。那么学学。来保护他的不足啦吼，那么以时间关系，我就直接进入咱的这信佛哦。各位先生，咱应该拢有一本灵性之前的课本啦吼，啊，我就直接进入咱佛法的这本文。那么首先第一段呢，伊就讲：晓风吹雾，高起心内愁，落叶缤纷，天云已上秋。那么咱在王明旭基金，就是上课的这个过程，当王典文师非常的慈悲，教阮做一个指导。那么伊且消防切勿，各位前人都拢了解，伊就教阮慈悲讲，这消防也伫身上外境，的这个因缘，外境因境的这个因缘，不管是咱的道运，啊，咱的国运，甲外口带出。